嫌犯开车一路狂逃，不服被拦查，冲撞警方，遭到员警开枪制止，围捕压制在地。连开四枪，嫌犯的车就。 往前跑逸啊！警察跟着追去了。二日傍晚6点多，新竹警方盘查违停，行经新丰乡新兴路段时，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，驾驶却不听制止，开车逃逸，与警方展开追逐。原警闪避后，立即对昆明枪一枪，并向嫌犯车轮开三枪制止。其乘警用机车尾随在后，犯嫌一路逃窜，在县政二街余光明六路口，疑似身体不适又刹车失灵，自撞路数后，还试图持续冲撞原警，遭到警方再向车轮开一枪制止，总共开。 开了5枪，终于将车上的嫌犯压制逮捕。该犯嫌为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通缉犯。嫌犯遭警方围捕，束手就擒，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妨碍公务罪以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等罪，解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记者何孟倩、王阳新竹采访报道。